终于找到他们了，终于找到他们了，我终于安全了。你说我们出来这么久，大兄弟他们会不会担心我们呀？我们应该提前说一声的。你就知道关心他，这一路上碎碎念好几次了。哪有那么夸张呀？就有这么夸张，你念了几次我能不知道吗？都给你数着呢。数着呢。 我干什么？你吃醋了？我吃谁的醋？那个大胡子，你开玩笑，他哪点比得上我？我犯上是他的错。吃醋就吃醋，干嘛那么心慌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没有，是我瞎。好了好了，正事要紧。你报名呢？